我这今年十万种萝，那、这个配方施肥，十万滴肥。你看了哈，这个人家今年都没弄个表啊。而且一百二几好几年没弄表管，他今花三年，十万他二年。我聊天那啥一片当年没十万他的，就这一片十万。今年天，今年还疗效都十万他的了。头一年我不上菜。嗯。嗯，这苦头病什么基本没有。结果刚好了，今年当旱这年的嘛，我这正好我地还还满意了，我当年没吃没得那么苦瓜。追肥时间你追的什么肥了？定位是配方。配方那个施肥嘛，啊，追肥追的这个巧克力啊，详细的都要那个好像一样的啊，嗯。